草莓网元旦跨年 Go Party， 买2500送1000，快上草莓网。本节目由台新智慧好伙伴冠名赞助。iN 短影及 ET Today 线上投票中，力挺新爱选手拔单曲，立刻搜寻 App iN 短影。本次的冠军大奖为日本原装进口毛驴米芝必须以 Lips Cross。我们今天邀请到的飞行导师呢，可以说是地表最强评审老师，他走遍大江南北，阅人无数。如果他说你可以过关，那你就是可以出道了。各位，让我欢迎今天的飞行导师哈林庾澄庆。评审，评审，来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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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怎么没有跪？好，欢迎哈林。大家好，大家好，各位选手，大家好，加油哈，加油，加油！我想在这片森林看到有创造音乐能力的明日之星。仿佛又走进过去。音乐又响起，那首古老的舞曲，让我们交换真心，感觉好年轻。听着唱片的杂音，就像共舞在场雨里。我觉得自己在这片森林就是一头狮子，因为我是狮子座，就是超级无敌大前辈啊，因为他可以说是导师的导师，毕竟他走过的路更长，所以我觉得他更能够宏观的去分析一个唱歌的人。那当然他的经历、他的经验、他的一切的一切都能够给学员太多太多的东西。不过今天我们要确立的是森林之王最终12强，今天要特别的严格，28人选12个人其实很残酷啊，所以我觉得严格是必要的。两位要待定，待定，我还是觉得这一组应该待定。哈林老师待定，太严格了吗？我初来乍到嘛，我没有一个评判标准。制作人他给我的建议是严格一点，在待定的里面再选出遗珠，合理而且皆大欢喜。我的严格并不会造成这个太残忍的结局。
那在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欢迎许维芳还有许静纯归队，在第二阶段当中呢，被我们的网友给救回来了，欢迎你们，今天要加油哦，加油！这次静纯是人气救回，所以等于他没有错过任何赛制，对吧？那 OK， 上次我们是在哭什么？许静纯把眼泪还给我。恭喜啊！我觉得两个都很棒，本来就应该回来的。当那一位被指定的人站上去之后，他的身后会站一排想要 PK 他的人。Hello。十二，还有十三，是他人缘好，对不对？人组都出来了吧？我的天哪！我觉得如果是抽签决定的话，那还好。但是今天既然要我们自己做选择，上一集大家还在手牵手，下一集就下毒手。他选择的，不管是跟他棋逢敌手，或者是比他弱，或者是比他强，都是他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这个时候也考验了这个选手的信心跟胆量。他答应我，他不会 PK 我。他答应我。人情压力啦，我觉得只要创作组都可以哎。我最想 PK 许伟芳。放马过来。那你的创作什么时候要被大家听到？因为我觉得其他人都创作好像都比我比较厉害这样子。你因为别人很强怀疑自己，觉得自己东西不够好，不敢拿出来，那你永远都不要拿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好，老师，那我唱一下创作来给你听。来，当然，谢谢老师，当然。决定不是吧？是吧？人话听不听得懂？冰寒传销。没有了。决定给你600分的心情。You got it. 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呢，我要先欢迎六位有问题的同学，欢迎六位。耶耶耶耶耶耶！因为今天是 PK 的赛制，这六位的问题就是没有人敢跟他们 PK。人缘不好，对，对对，或是太强了。有一个是翻译，我刚刚想说怎么七个，没有啦，而且那个选手从来没见过，对对对对，那不是他，也不是民间选手啦，他是翻译老师。这六位的共同特色就是没有人敢跟他们 PK， 但是在六位当中又有四位，在过去的个人战绩当中是零败绩的，自己知道是哪四位吗？请出列。嘉欢、Gail、丽姐还有文璇，今天的四位对，从来没有输过，恭喜这四位，先去我们第二现场休息。这边请。This way。我觉得直接两两这样，他们这样配对 PK 挺好的、啊。就用。勾起来的直接 PK， 就是把种子球员通通踢掉。哎呀，太精彩了！哎，接下来就剩这两位了。这两位是也是没有人敢跟你们 PK， 但是你们过去有战败的记录，那就今天是 PK 赛嘛，那两位就剩在这边了，不如我们就直接来 PK 了。叶柔对上东汉。哦，真的吗？啊啊！真的假的？什么？为什么？很突然，很突然吧？他们也不敢相信，对，就完全没有想到是我们两个要 PK， 突然来一个这个，我们两个当下是，我说等一下先不要闹哦，先猜拳决定谁先谁后，剪刀石头布，叶柔你要先还是后？我先 ，OK， 那就叶柔先攻，东汉先守。这一次会拿出这首歌，也是希望大家看到
不一样的叶柔，然后我也不想一直拿安全牌，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挑战的。深的夜，下过雨的街，连星空就要熄灭，你赴的是什么样的约？与你说这些，只是对你还有感觉，以为一切残缺都能用爱解决，可是我除了爱你没有别的凭借，话又真心才说得如此直接，也许是夜色让人不知胆怯，有人问你是否什么都不缺，心再野也知道该拒绝，有什么心结难解，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血里的狂野对真实与幻觉已无分别。谢谢叶柔，交换位置。我很喜欢小李老师嘛，所以我就非常喜欢这首歌。是否还记得曾经的快乐？有点 danger， 真的。小李老师就说：“你怎么会选这首？因为这首歌其实他写的，他的曲。你选这首歌，到时候你会听见这首歌。”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是否还在？不是你不适合唱它，是你不适合拿在你下次这么关键的地方唱这首歌。可能是我真的蛮喜欢这首歌的吧。奥老师说他觉得这首歌他可以帮到我，既然都这样选了，那我就坚持我的路。这夜晚好安静的小巷，看着明亮月光，我却不断想象你的模样。我好想好想拥有翅膀，能够自在的飞翔，飞到你的身旁，陪你去看看夕阳，再陪你晒晒月亮。可惜这一切都只是我自己的幻想、yeah、我还没说清楚在荒芜，我也不愿结束。
这边，总有该个结尾，我却迟迟看不见那路途的终点。拿起了旧照片，脑中响起音乐，轻快的旋律让我多么的渴求见你一面。你是否还记得拥有过的快乐？你是否也记得那幸福的颜色？或许你都忘了，或许你不在乎了，或许到最后，最后你早就放弃爱了。谢谢教父，谢谢两位的演唱。怎么了？怎么？为什么月柔怎么哭成这样子？你想到什么事情？我爸讲了，因为其实我们两个私下感情是非常好，我们选手里面我跟他就是女生，我跟他是最好的，对，所以就很不舍得对到，对不对？哦，我们先请哈林老师。好，因为请哈林老师，因为第一次听他们唱歌嘛。对对对，因为以前没有对他们很熟悉，我纯粹以今天的状况给两位选手一点我的看法了哈。叶蓉在他整首歌的前半部的时候，声音很有特色，而且你不是发很出来，有点这个往后面的发音方式。有一点鼻腔是很有辨识度的。不过到了后半段，当那个歌进入 key 比较高，比较要有力量的时候，你唱歌的位置跑掉了，会比较不是那么的稳定啊，包括控制声音跟 pitch 的部分。那东汉整体来讲是比较完整，他这首歌有一个优点就是是比较节奏性的，好，所以他没有很多需要拉长音，他有几个比较长的音，听起来还是算是蛮稳定的。我是觉得你们选的这两首歌都不适合今天的赛制，就不够强，太温，然后叶柔本身今天的发挥我觉得很失常啊，然后今天声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哑哑还怎么样，反而东汉他的表现比较平均平稳。那东汉其实我觉得好险刚才那首歌有几句假音的地方有帮你加到分，不然其实我觉得你这首歌其实也没有发挥得非常好，包括你前半遍的歌你的律动感也是有点乱，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两位都没有让我们看到你们平时最发光的那个感觉，对，我两个都不会选择。哎，哇，很严格哎！他们说今天要严格啊，没啊？等一下，等一下，我知道了，知道什么？我知道该怎么办？没有，两个给我出去，太凶啦！这个两位的比较结果，我觉得东汉是比较进入状况的。东汉一票。老师刚才说的是进入状况，我要说的是比较稳定的东汉。那两位都选择东汉情况之下，恭喜东汉进入我们的获选区，那叶柔就暂时进入待定区了。谢谢，谢谢两位，谢谢。这边请。我没有想说我自己会赢，只是没有想到是跟东汉比，然后他赢我替他开心啊，只是觉得很可惜没有办法再跟大家一起继续一起玩，然后我也希望我现在这样不要影响到后面大家，因为大家我刚刚出来大家都哭了，所以就是希望大家继续加油。好，接下来下一组要被指定 PK 的选手请出列。学翰，这边请。你看他现在上来一脸懵懂无知的样子。你跟哈林哥老说你今年几岁？我今年19岁。骗人，你国中生吧你？啊，你怎么看起来那么小、啊？而且他很有礼貌，他很喜欢做的动作就是一直不断的鞠躬。哦，哎，跟我刚出道，我喜欢一直磕头。欢迎要 PK 学翰的学员们，请出列。哇塞，哇，可能会超过30个。
哇塞，也太多了，是他人缘好对不对？整组都出来了吧，我的天哪，舞台都快掀了吧。请往后看，我先看左边。没有，你看左边来不及，你要环绕才可以看得完。环绕音响，你要环绕好多。我觉得陈安不错哎，我自己觉得，因为上一次我们录影的时候，你们两个是被排到我这边嘛，然后我选择了血汗。如果陈安可以扳回一城的话，也不错哦。我所谓的扳回一城，就是再次挑战，不是说你会赢。对，就是我的意思是这样啊，看血汗怎么选了。血汗，请问你要选择今天的 PK 对象是谁？好。他的饶舌一出来就感觉干净利落，节奏清晰，梦辰越来越有魅力。我觉得你以后会有一个专属于你的一种舞台魅力，甚至可能是因为你才出现的新的审美，我对你的期待是很高的。徐翰，请问你要选择今天的 PK 对象是谁？陈安。好、哎，你说谁，他就选谁。我们的萧敬腾老师啊，哎，我只是随便提提而已。陈安，请出列。两把吉他的对决，陈安对上了徐翰，再一次的 PK， 欢迎两位。好刺激哦，这一组。还没上小雨老师课之前，我是唱另一首歌，但是因为小雨老师的鼓励吧，所以我决定我还是要把自己最想唱的创作给唱出来。当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想一想自己为什么看起来比别人都还要渺小，路上情侣交往有多甜蜜，想一想自己为什么那么爱，喜欢的人总常常跑掉，忘掉这些烦恼吧，全部都忘记吧，勇敢努力向前冲，我就不害怕，又怎样？ Yeah, 我勇敢去闯，哦，怀抱着梦想，大大的希望，开心的过每一天。我唱的爱又怎样？我唱的爱又怎样？就是从小到大，大家都觉得我不适合唱中文歌，就是对我打击有点大。但老师他们给我很多鼓励，所以想要我去跳脱自己的舒适圈。想。
是笑着，是梦也快乐。当你穿越爱的历史，向我走来，我在你眼里看清了相恋的年代，曾经的黑白，此刻是笑着，有梦了，快乐。谢谢，谢谢陈安，谢谢学翰。要来顺便跟哈林哥说一下，是这位是19岁嘛？那陈安，你今年几岁？我今年16岁，哦，他是更小的一个。你看起来比较成熟，两个人稍微颠倒了一下，换过来了。哦，今天那个学翰也很特别哦，他今天唱的是他的创作的歌。对，我常常走在路上的时候啊，就发现，哎，怎么男生都长这么高这样子？所以我自己都长得很矮，然后喜欢的那些女朋友都跑走这样。所以我觉得我做这首歌是代表我自己。老实说，我选择创作组，我的目标其实我从刚开始就是要想把这一首歌唱出来。所以我觉得，谢谢森林之王给我这个舞台，谢谢。帅。学翰呢？我觉得你今天唱这个歌其实蛮可爱的。当然，我觉得能够调整或进步的空间很大，可能构想还有出发点。太简单，所以导致这个歌也很平凡。但有一个不能平凡的是，你刚刚有一个和弦是从 A 转大 A， 但你的旋律并没有改变。那如果那个旋律跟着往大 A 走，那就会舒服更多更多，更合理这个作品。那整个其实它的情感就是来自于你生命这个过程带给你的创作，那是没有问题的。那我觉得很 OK。 那陈安呢，我觉得今天的你很棒，对，很自如。之前唱歌很慌张，会一直颤抖，然后气息很不稳。今天的东西，听到你的长音，听到你的 range， 你的 power 都有出来，然后低音也下了去，感觉整体来讲，表现的挺优秀的，啊，赞哦。学翰就是歌如其人，他的声音就是很青春很青少年啊。然后呢，我本来以为这个我矮又怎样会是一个比较有趣可能配合你的声音的一个状况，可是你今天这个有点点励志啊，要有那种充分的气息，然后可是好像你没有做到。那陈安刚好相反，他的声音的成熟度跟他的年龄是形成一个落差的，就是说我觉得这样子的状况会让听歌的人有一个趣味产生。今天陈安的声线是蛮漂亮，我觉得今天你在唱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哎，我那个时候选你当 MVP， 我觉得是
嗯，很好的选择，因为我觉得你今天又让我有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得很好。那我觉得学汉可能今天是临场感，让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好。对，谢老师，谢谢。啊，相信三位老师现在已经有答案了吗？陈安，我今天也选择陈安。陈安，恭喜陈安进入到我们的候选区，也谢谢我们的学汉哦。心情怎么样？刚刚我觉得放松哎，而且有觉得没有后悔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这一次就是蛮希望学汉选我，因为我真的很想学词，我觉得我想证明我自己的实力，对于上一次被淘汰的时候的表现。马上呢，我们要欢迎下一位被 PK 的同学，请上台。欢迎嘉伟。老师们好，大家好，露露姐好。怎么办？你跟大家现在熟吗？嗯，其实还蛮不熟的。而且你上次把长颈鹿 PK 掉。对对对。大家对你可是……我觉得我后面应该会蛮多人的吧。大家都出来吧！要跟嘉伟 PK 的学员，请出列。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Hello， 十二，还有十三，好，十三个。现在是在排 Costco 是不是？怎么好像比刚才那一组人还多啊？有比你多吗？应该有吧，十二个应该有多吧？我记得我不是十个以内吗？是吗？对啊，人员没这么，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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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报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翻译报一下吗？翻译十三加翻译，你还真的报数？好，不加翻译，总共有十二位，请你转身看一下你的同学们，来者不善呐、啊。其实我早就知道应该会有很多人，但我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其实。里面有一个我最想 PK 的人，已经站在台上了吗？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的 rap 只有一个，所以孟晨来吧、，rapper， 直接对上孟晨 rapper 的 rapper， 是穿晚礼服那位吗？这位，他是一个 rapper， 因为站出来，他说 rapper， 结果穿晚礼服那位，哦，差点。孕吐的感觉，你知道吗？都是他啦。两位的 PK 肯定很精彩，硬汉与硬汉的对决。这个硬，这个硬。莫西的表演就是很到位，距离你想要呈现的那个目标，我觉得其实应该是很完整。莫西的部分就是很稳定，包括他的律动、他的拍子，很多线上艺人都没有你这么准，真的很厉害。我准备的是我自创曲，叫做《斗牛》。毕竟我是后面比较后面才进来这个比赛，我希望这首歌是我的一个代表作。三个我人站在这里，泼墨先空过，绝不放弃。别被那压力恐惧反击，再把 AK 扣上扳机。OG yeah we young the king， 三个我人站在这里，泼墨先空过，绝不放弃。别被那压力恐惧反击，再把 AK 扣上扳机。OG yeah we young the king、yeah。我代表斗牛，也代表街头，不随波逐流。我希望你会为我停留，我就是牛，一脚牛。小时候我都玩六六球，我光是站在这里，你会高喊六六幺。高潮享受掌声，低潮享受人生，一路狂奔，哪怕路途中有多少个没声饶舌，都是为了孝敬神。我就是做我自己，不愿当个复制人。
挡子弹，挡子弹，挡子弹，他们总是叫我饶舌界的甄子丹。男子汉，男子汉，男子汉，一山还有一山高，我看你怎么办？像个国人，站在这里面对攻击，我们选择正面回击，那有什么关系？像个国人，像个国人，人生就一场烂命，未来在我手里。像个国人，站在这里面对攻击，我们选择正面回击，那有什么关系？像个国人，像个国人，像个国人，像个国人。擅长写意思绪飞扬，这万中选一的斗牛的节奏实在太狂又太强，发烫还没进化，准备开无双，万花筒血牛眼换掌。带上了光，街头的光，速度快要跟不上，开始发狂，整个节奏开始烫，脱得开来无双，想要模仿，试着模仿，无法模仿，努力成为家人，寻找榜样，证明我的实力不在话下，未来翻国旗，斗牛班长，信不信的传奇，森林之花，挡子弹，挡子弹，挡子弹。他们总是叫我饶舌界的甄子丹，男子汉，男子汉，男子汉，一山还有一山高，我看你怎么办？像个国人，站在这里面对攻击，我们选择正面回击，那有什么关系？像个国人，像个国人，人生就一场烂命，未来在我手里。像个国人，站在这里面对攻击，我们选择正面回击，那有什么关系？像个国人，像个国人。Second worries, second worries。觉得他的那首自创曲蛮好听的，因为我跟他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森林之王只能容忍一个 rap。这首歌。送给所有喜欢我音乐的人，也希望更多人能够接受我的音乐。Let's go。你最近看起来很困扰，他不是放不下，晚上也睡不好，是不是心里有什么烦恼？你说他还没有发高烧，却常常傻笑，做事情不可靠。可是我明白是他让你神魂颠倒，我发现原来那女孩让你每天依然轻易不自在。我知道朋友这是爱，你想要问明白他接不接受跟你到处走走，走过台北热闹的街头、oh, 他接不接受让你牵他的手，要牵右手开始牵左手、oh, 他接不接受，接不接受、oh, 接不接受、oh, oh, oh, 他接不接受，接不接受、oh, 接不接受、oh, oh, oh, oh。要什么都给你，哪怕是一架飞机，只要你说愿意，我愿意去爱你 baby。Girl, 你到底接不接受让我成为你最爱的男友，在这人世险恶的世界，就让我当你身边最强的打手。你说习惯拥有生活的节奏，要我把你刺口像个广告，不管难过犯错堕落寂寞需要足够，我都在你左右给你温柔。我会在你心情低落时候带你去西门町，你生气时刻带你去街角的冰点小小心，要物质过简单的生活全部都给你，我什么都不怕，只怕你到底接不接受，接不接受、oh, 接不接受、oh, oh, oh, 你接不接受，接不接受、oh, 接不接受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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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Hey girl 你说你说说你男友接不接受，Hey girl 你说你说 Be you 本分接不接受给我。 Hey girl 你说你说做你男友接不接受。 Hey girl 你说你说 Be you 本分接不接受。谢谢，谢谢孟辰。这个是嘉伟自己的选择哈。我觉得孟辰蛮危险的，我觉得你已经第二次
前半段让我很紧张，就前半段在放空，眼睛一直飘来飘去。原来的女孩，让你每天依然轻易不自在，我知道。就是后半，我就从 rap 开始，你才整个又活回来，然后整个稳定。我不知道是不是吉他影响你，或者是什么东西影响你。对，然后公牛的部分呢，各方面都很完整，准备的非常的到位。对，但是还是就是会让人家觉得是真的还是假的。对，是这些东西是创造出来的，硬把它完成的，还是你真实学艺就这么流的？其实会有这个 confuse， 你懂我吗？所以有两个，我觉得先让其他老师去评判看看。谢老师，谢老师，我觉得嘉伟今天非常的帅，就是在镜头啊等等的，就是我觉得是很有魅力。当然如果有更多时间，我其实会比较想了解这首歌是怎么写出来的，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完整的饶舌，没有错。可是我总觉得里面的一些节奏的安排，我觉得好像有听过类似的 pattern， 或者说可能是觉得有类似的歌有很多的感觉。对，那孟晨越来越有魅力，就是不管是他做任何一次每一次的表演都有他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很明确，他就想让大家看到他的那一面。我觉得你以后会有一个专属于你的一种舞台魅力，甚至可能是因为你才出现的新的审美。我觉得我对你的期待是很高的，所以我想要你继续坚持。这一组我觉得有两个观察重点，一个就是所谓的饶舌嘻哈。我觉得现在因为这是一种趋势嘛，那可是我刚刚就是先听这个是嘉伟，对不对？好，很顺畅的完成了。可是到了孟晨的时候，他的饶舌一出来就感觉干净利落，节奏清晰。可是他的负分就是他在演唱的部分，所以在饶舌部分，我觉得孟晨以节奏来讲会比嘉伟好，可是演唱又扣分了。这个部分我们跳过之后，我觉得饶舌要有一个精气神，就是说我是什么人，我饶什么舌。你知道我很凶，我的饶舌好像补品的广告，对不对？天地合补。对对，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饶什么样的舌。我很凶，我的内容就很凶。然后我比较有趣，我就把一些好玩的话题放在里面。比如说你说啊，我是很 man 的，我是一个 warrior 啊，我是一个战士。那个讯息，或者是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散发出这个状况？所以现在这一组我也觉得会有一点点，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评分。我还是把这一票交给李友廷在台上表演的那个，太强了。你今天唱自己的歌唱得太很有味道，很有味道。目前为止我觉得是最精彩的一位。把这一票交给比较全面的孟晨，谢老师，恭喜孟晨获得一票。我会选择孟晨，谢老师，恭喜孟晨。那我就没差了嘛，我还是觉得这一组应该待定。哎，可是他们已经两票了，已经两票了，已经过了，应该可以过关。好的，也谢谢三位老师的奖励，谢谢，谢谢，谢谢孟晨，也谢谢今天很帅很帅的嘉伟。嘉伟，谢谢哦，谢谢谢谢，谢谢你的勇气，谢谢。今天这场比赛，我就尽力，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刚进来，然后老师可能对我态度不确定，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真的想要一次一次证明老师看，其实我可以。
好，马上我们要欢迎下面一位被 PK 者上台。哦、oh. ，是可爱的凌云，嗨，又是一位可爱的妹妹。我们先欢迎要 PK 凌云的学员，请上台。哎、欸，不多耶，没了。好，请转身。有你原本就想 PK 的人吗？没有，没有。哎、欸，好，那三位你要做一下选择哦。你可以给问老师，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啊。对啊，或是问哈林老师也可以啊。又问尤佳爸爸，静腾爸爸。我还不是爸爸，因为啊，尤佳爸爸，我想会当爸爸呢。要不然你问我也可以啊。好啊。我也不知道。我，如果你问我的话，比较。特别的应该是跟莫西，但是我觉得都可以选。哎、欸，老师，请问一下，你这个推荐是你是不是根本没有答案啦、啊？还不如问我。我觉得都可以选。好啦，还是看你自己。莫西好了。莫西。现在呢，这个战局是凌云对上莫西。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要献给我的阿公和我在教会的两个对我很好很好的阿姨，在唱出我要对他们讲的感情。在每个人生命中都有那个离开了我们生活中的那个人，但尽管他离开我们，他永远是我们生命中的那几分之几。献给大家还有天上的他们，谢谢。
我没有真正认真的唱跳过完整一首歌。除了跳之外，我也有改编了 rap 词，然后想要借由这首歌，就是告诉大家，就是我就可以当我自己就好了，然后随便你们要怎么讲，我们不在意，因为我们的心很强大，这样子。言不怕只怕自己，大话有联系，做不做看我心情，面对所有的质疑，习惯就甘之如饴。耶，堵不住你的嘴，矫情又天花乱坠，堵是我的原罪，没保险的谁怕谁，抱着这种态度我很骄傲，我的装了我的时代，看你先给 over，现在无法打拳，随便随便，看你怎么说，我都觉得随便。OK OK， 要怎么下摆，我都觉得 OK。随便随便，再怎么放水，我都觉得随便。OK OK， 再怎么学，我都觉得 OK。Hey。需要炸盘舞台，没你看着办。我心没入心脏，会让你完蛋。我不对手会有多少 I don't care now。我只想你自己一定可以做得到。现在就跟着心跳一起浮动，在这里就像是我的 high angel。才发现自己一点比一点还 crazy。现在看我征服这片森林，蓝不等雨落落，不计较是你不懂懒。始终像星球，越摇越晃越轻松。来是一种艺术，羡不羡慕？我的装了我的时代，一生还是够受愿的付出，准备就算无法大绝，随便随便，看你怎么说，我都觉得随便。OK OK， 要怎么失败，我都觉得 OK。随便随便，要怎么上嘴，我都觉得随便。OK OK。要怎么唱碎，我都觉得是 OK。Hey Hey Hey， put your hands up， 尖叫声呀！哈哈哈！ Hey， 掌声鼓励，莫西。对上了凌云，谢谢谢谢 Dancer 老师。哦，两个人完全完完全全 totally different， 完全不一样。凌云跟莫西啊，我觉得莫西的表演就是很到位，就是我相信几乎是距离你想要呈现的那个目标，我觉得其实应该是很完整了吧。然后凌云呢，我一直都很喜欢凌云的声音，因为他的音质我觉得很特别，很清澈，然后很干净，然后真的是我很少有听见类似这样子女生的声音。我在听你唱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也许你两年以后三年以后你会不会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歌手，因为你的音质很特别，但是你唱歌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可是这样子的人不代表是不成熟的表演，因为会看到一个歌者的潜力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两组表演带给我的感受是完全不同。那我想听一下其他两位老师的意见。两位都把头撇过去。我觉得你好像不需要想哎，你继续再讲个几秒，答案就出来了。先上台的是凌云。凌云，对。那一开始他那个很可爱啊，很纯净的声音啊，我觉得有一种特色。可是到了副歌，突然
他吼出来。有一点点失控的感觉，好、哦、啊、哦。那莫西的这个唱跳，其实我觉得唱跳歌手是最辛苦的，因为有时候你动作很大，你唱不出来，那你就要趁你不唱歌的时候把动作做很大，你唱歌的时候你的动作叫微调。我觉得他整个表演是很平稳的，可是你说有没有突出点，也没有办法找到。我觉得凌云，你自身的经历跟情感，然后一直辅助着你的音乐，但事实上你的音乐一直停摆，可能你想带给我们的故事胜过于音乐本质。就整个副歌控制度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我们期望的是你赶快提升自己，好不好？好。那莫西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很稳定，包括他的律动，他的拍子很惊人的是，从前面几期我都觉得他的拍子准到不行，非常准，准到我就觉得很，你是怎么准的？因为很多线上艺人都没有你这么准，真的很厉害，其实是值得鼓励的。而且莫西在台上一直很有魅力，给你一个建议，小小建议，我觉得你的裤子不太合身，哇，对，如果更合的话，很细微的建议，其实会更好。哎、欸，真的，你没说我还没注意。对, 對, 對, 對、啊，这看起来有点像一个皮裤，卫生裤。合身的话，其实它会让你的整个气场会更强，然后整个表演会更漂亮。哦、我选择莫西，谢谢。谢谢老师。哇，老师马上就丢出了一个选择了。我会选择凌云。哇，凌云也获得了一票，所以现在是1-1。最后交给我们的音乐顽童本人。静纯哈，他这个和弦一出来，我就想，这是我最喜欢的进行，会让人听起来开心愉快。开始会劝大家安尼唔通唔通。最后交给我们的音乐顽童本人来决定。他们可能不是可能，就我认为都没有办法晋级。这样会不会太严格？啊。谁叫你是哈林老师吗？感觉这是骂我。那也非常谢谢两位，目前都暂时进入待定区。谢谢凌云，谢谢莫西。第一次进到待定区哎，但是我还是至少得到了那个静腾老师的一票，我已经很开心了。继续欢迎下面一位被指定 PK 的选手，请上台。唐景璐回来啦，静纯，来来来，这边请。唐景璐就是被刚才的嘉伟 PK 掉的，然后这次被救回来。为什么叫唐景璐？是因为他头上的两个？没有，他之前戴的面具，他之前选择的动物是长。因为唐景璐有两个，两只脚。对，对。可是我换一个角度，我觉得史瑞克头上也有两个。而且加油军团也都带长颈鹿，好可爱哦！嗨，谢谢你们，还有爸爸妈妈，可爱死了，爸爸妈妈啊，对，在哪里？在那里，比较年长的两位，哪里？怎么这样讲爸爸妈妈？哇，很漂亮，很漂亮，妈妈好年轻哎，黄色衣服的对吧？啊，对，他爸爸是戴眼镜，哦，很帅，哎呦，穿西装哎，都盛装打扮哎，真的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有谁要 PK 你喽。请要 PK 静纯的朋友，请出列。哎呦 ！Just only one、哦。这样子，安内干不好。哦，李友廷在冲杀啊！哇，为什么现在反应那么激烈啊？
两个都创作组，都很强是吧？两个都创作组，两个都创作组，人气都非常高。人气，他们两个今天穿的有一点搭哦，都是学院风。哎，而且后面的刚出来，我想哇，林宥嘉出来了。哎呦，你这样猜到是谁了吗？来，你转这一面。好，那你过来，你过来。哎，你转看到了啦，来，有婷对上静纯。哦，对吼，还有他，这是什么意思？没有啊，我没有想到他啦。他说他创作组每个都要上来，然后因为我比较少上来，所以他就上来。嗯，有人可以帮我翻译一下这一段吗？对不起，伊在讲啥？爸爸妈妈，伊在讲啥？有婷，为什么你想 PK 他？因为我觉得想要跟创作组的人 PK。哦。对，所以我原本预估是每个创作组的上台，我都会出来。好的，那就两把吉他的对决喽。蛮狠的。嗯，很狠。好啦，老师好，等一下哦，有手汗。好，谢谢。先礼后兵。我自从第一次上节目唱的自创曲之后，就没有唱过什么开心的歌。为了这次比赛，我在写一首开心的歌，然后歌词里面有一个人名叫做立方，那个时候在想押韵，立方有一个昂，好啊，那女主角就叫做立方，但跟立方的故事没关啦。其实我之前在华星二的时候有比过这首歌，它也象征着我人生的一个阶段的总结。经过这些年消化之后，我又把它整理成另外一种我自己觉得现在的自己更完善的状态，让大家比较一下那时候的我跟现在的我。在 finger style， 渐渐逼近的步伐，带着危险的节奏感。他不屑地看了一眼，按下拨通开关，隔壁突然传来贝斯声响。
自己爽，把别人当作笑话。哦，你的明白有些爸爸也跟不上，一路讲一一一直讲，对你有礼貌，你却拿翘。面上敷衍口等我走就偷偷把音量转高，对你有礼貌你却拿翘，请不要糊弄我，糊弄我当成我都不知道，把音量转小。就是会那么错，你有礼貌你却拿翘，哦哦哦耶，都是你有事吗有事吗，人话听不听的都把音量转小。好帅！好、哦，大开杀戒今天哦，这个不错。哇，太可怕了！我们先给两位掌声鼓励一下。我发现这也是一个硬碰硬的对决，两个人呢都是自选曲。刚才那个静纯哈，他这个和弦一出来，我就想这是我最喜欢的进行啊 ，Re Sol Do La。就很 Major Seven 的感觉，我很喜欢那种进行方式，会让人听起来开心愉快啊。那到了友庭哇，这个哎、欸，你那样子哦，要不要练很久？很久很久。你刚刚那首歌练了多久？他一开始创作出来之后是有个大概样子，然后随着每一年，然后试着再加，随着每一年呐、啊，这是几年前的创作。四五年前吧、哦、所以这歌你已经储存了有一段时日就对了。嗯、哦、好、我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了，有一个明确的想法，而且呢我觉得目前为止我觉得是最精彩的一位。这样会不会啊，就是你本日 VIP 出来了。不会哇、好哇，谢谢大家。 OK， 有 VIP 了。好，静纯老师。静纯这歌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因为它蛮好记的，然后比上一个不要让不要爸爸叫我不要闯红黄灯、嗯、稍微再更成熟了一点点，开始会劝大家安内唔汤唔汤，所以我觉得整个歌是有进步，但是整个调性还是有点雷同。那听完你的时候，我就开始担心友庭的部分。我在想说，友庭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选择一个自己同族人？因为静纯他也是很优秀的，不无论如何，其实两个我都想保留。然后我记得我曾经跟友庭说过，你只能唱自己的歌，你今天唱自己的歌唱得太好，唱得非常好，很有味道很有味道。但是你今天最错的决定就是你选择了静纯，因为静纯很优秀。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因为友庭你今天这个作品，你知道自己的高度在哪，你打谁都可以，你不应该打静纯。Hey, 你懂我意思吗？你太残忍了。哎呀，他给自己的一个挑战。又叫爸爸。其实上一次录完影之后，我回去真的深深感动了好几天，
因为上一次的录影我真的听到好几首真的太棒的歌，比如说睡吧睡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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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就是静存的那首歌。你知道我还在网络上找，想说你有没有唱过这个，有没有唱过这个，没有。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还是蛮荣幸可以见证刚才李友廷在台上表演的那个时间。送你三个字，太强了。哇，对，谢谢老师。好，三位老师请问一下有选择了吗？那就先从哈林老师还没讲。我讲了，我讲了，你讲了是不是？把我的话当话。我讲，你刚刚还给我下了一个休息，你刚刚都帮我下了一个注脚，就是 MVP 都出现了，对不对？那我就先来了。今天这个我觉得最精彩的就是老婆辛苦了，我爱你。不好意思。哈？怎么了吗？我们还在录后房，可以不要趁机放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It's my show, don't stop. 对不起，对不起，我平常直播惯了，我有时候靠镜头就是。哎，大家好，可以帮我左上这个右下分享啊。为什么？不管什么，现在录后房。让我唱一下嘛，又不会怎样。先不要讲这个，我听我模仿右下老师，看着像不像？为什么情到深处？吴东汉。为什么你们都不好好录后访？先别说这个，阿林怎么在这？因为我的表演都被剪掉了，所以我要自己来当剪接师，就没有人就把我画面剪掉了、啊。可是，但是也要是你还没被淘汰，想表演的画面啊！我不听！梦想就去拍 M 吗？而且森林之王所有选手的独家短影都在 M 哦，那我们就来拍一个 IM 短影吧。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所以让谁唱什么？那是我的啊，要把你都剪掉。我觉得最精彩的就是小林宥嘉、李幼廷同学，而且我说的精气神就是这样，你看他这个啊很斯文，可是那个一上身，哦吼，紧架势，很爽，他用一把吉他，然后就做出了有 bass 有和弦，还有节奏，啊，甚至于还有一些 solo， 应该这样讲，他不是一个歌手，他是一个音乐人，啊。就所谓的 singer songwriter。那接下来，我就说你很残忍嘛，有听，就是你啊，有听。谢谢老师，恭喜有听，你有听，三票有听，恭喜，谢谢。但是同时也很谢谢静存哦，你很还是很棒的，爸爸妈妈他很棒哦，好，等一下还会带回来的。先暂时休息一下。没关系啊，我觉得都很赞。对，喂，可是我没有想到柳田，我都会选我，赞，跟他 PK 也蛮开心。接下来欢迎下面一位。哇，这一位是我们森林之王的女 rocker 黄雨绮。好的。对啊，拜托雨绮。对，耶，对对对对对，雨绮站。我觉得他会选我。我觉得他选我，因为他已经干掉过。他有想说他会想结束这一切。我昨天真的干掉过我一次。他已经干掉过我一次了，他觉得我是软柿子，挑着吃。我先去喝一口水。谁敢吃？我才不吃。笨蛋才选你。想要 PK 于琦的学员，请出列。我希望可以看到丽杰。丽杰，给你机会出来，要不要出来？没有没有？怎么还有人穿婚纱的？
哎，没有力竭，但是有一二三四五六，有六位。好，请往后转。撒男撒女，他们三个人，三男三女，这是非常你想象的名单吗？女生有在我的名单里面，嗯，比起，嘿，你不能那个大欺小，你一定要，你一定要选择一个跟你匹配相似的，至少在同个层次的，不然我就会觉得你欺负人。哎呦，我没有，那也是一种称赞。这边你这样子，你这样讲，人家很尴尬。就是他没选的人，层次都在他之下。不是不是，就是至少张力差不多。哦，类型要不要我比如几个？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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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自己选的，你自己选的，不要让我失望。好，压力更大。等一下，你有影响选举的感觉，我跟你讲。对对对对，没有，因为我不希望看到，就是会被抓走。我跟你讲，在开票所不可以。呼喊不是候选人，是要有志气，要有志气，要有志气，要有志气。你看刚才那个公牛多有志气，但我觉得于琦跟现在跟于琦一起站在台上，另外三个女生其实唱歌都非常厉害。对呀、啊，我跟你讲，有比较过的吗？我整个干扰度很高。我跟你讲，四个让你选，所以另外两个，其他两个你让他休，让他们休息。什么话？让其他两个让他休息。最好他们都听懂。佑嘉爸爸，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你说四个人让他选，另外两个休息。甚至我觉得是三个。嗯？哦，三个里面有两个是男的，两个男的，一个女的，敢吗？提供他选择，对不对？对。嗯。好，我觉得你怕了。欸、奇怪，你也可以听。你是导师，你干嘛刺激选手？那我要选了吗？你不听老师的意见吗？没关系、他选了你才知道他听不不不，你他已经听了，他已经听了，最后决定让他决定。Oh, okay, okay. 好，三秒钟决定哦，不要让我们失望。再给你看个两秒，不让你进投票所，你千万别让我们失望。两秒，一秒，于琦，你的选择大声说出来。赞威，赞威、怎么样？是你满意的吗？萧敬腾不讲话，他不讲话了。战威，我跟你讲，在四个里面，我最后说剩三个，我是把战威放旁边的，不是在你的选项里、但是还是在四个里面 ，OK。但是另外三个，我是觉得更适合的。哦，不过可以了，可以了，我接受。他明有接受，老师有接受了。那战威加油！战威，请出列。战威对上于琦，加油，两位。可笑的脑袋，三等车厢 A32，走到的位置我空着，裹着一件破旧朋克洋装，一张嘴没一句好话。就这样跟我来，仗着青春还剩一半，来最好的时代，给我最坏的时代，告诉他们我脸上的斑与富裕的由来，坏与不坏最后有来最好的时代。
暗示二走到的位置我空着，谢谢老师。欧璇，我们公司的做音乐的，他帮我量身定做的歌，他原本就是我自己的故事在说我，所以我就想说把这次的 PK 赛当作最后一次，让你们看到就是全新的张伟了。谢谢赞威，谢谢于琦。我可以问一下赞威，最后想到什么？怎么会眼眶含泪吗？哦，怎么了？哦，因为很，我待在失败剧很久，然后因为这次淘汰的人数太多，我想说大家应该都是想要把这次的比赛当作最后一次，所以我就是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不要再就是。不要再就是让你们觉得我很像谁谁谁这样，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感情。赞威就是赞威，赞威就是赞威，赞赞赞。我们听一下三位老师的想法。于琦，你今天选了这个歌，有点吓到我。对，因为我觉得不像你，就不像你，杀伤力不强。然后赞威的部分，声音今天很干净。在前半段的部分，我个人认为你的后半段放松一点唱会更好，整个松掉，用假音去唱那个最高亢的地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满分的处理方法。今天两位啊，在这个歌曲的前半部啊，就是比较松、比较柔和的部分，其实都表现得非常好，可是那个差异性。就在后面产生了，结果是哪一个人的表现比较好，就是那个起承转合做的比较好，我觉得是对一个艺人或是歌手来说呢，粉丝跟临场感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了让我们的选手提前感受到演艺圈的残酷，所以呢，我们特定举行了一个直播会外赛。
本次婚外赛与浪 life 联手，从32强中挑选出13位超高人气的选手，挑战直播与即时互动。拿下前4名的选手，可以获得价值超过100万的浪 life 曝光资源，更有机会发行个人数位作品。现在佩如在直播，我来试探一下底线，看他在森林婚外赛的时候在做些什么。先打招呼一下。来了，我来了。可强，可强，你可以送我森林徽章吗？我要问一下佩如跟博章什么时候会结婚？不要催婚呐！不要催婚呐！结婚。除了跟圣洁老师合唱，最想跟哪位老师？我真的很想跟定恒老师一起玩舞台，或是大家我们会有什么舞蹈动作，然后有搭配。然后最想跟佑嘉老师唱一些说故事型的歌曲，反正只要能跟这两位老师合唱到，我会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男选手们会讨论哪位女选手？友廷老师很爱讨论这个哦，他应该蛮喜欢若凡的吧？后来又是同一组，有很多交集，这样。徽章都给嘉欢，然后另外一张可以给佩如。欢迎大家送我森林徽章，让赖佩如圆一个梦。如果刚进来的人可以送给我森林徽章。谢谢学姐来帮我投票，我赚到了一个森林徽章，帮我抽个发片的机会。谢谢维恩进来帮我投票。谢谢大家的森林徽章。谢谢你的徽章。经过选手们一连串的努力，最终由张家伟获得浪 life 会外赛的冠军。期许每位选手在未来的音乐路会有更好的表现。哪一个人的表现比较好，就是那个起承转合做的比较好，我觉得是战威，所以我选战威。谢谢你，恭喜战威。我选战威。恭喜战威。我选战威。谢谢老师。战威很棒，恭喜你哦。雨琦也很棒，你看他们俩真的感情很好，加油，还是有机会回来的。谢谢雨琦，谢谢战威。别哭，看，啊，因为我们其实私底下还蛮好的，可是我刚刚说我选他，然后他跟我说他没有选我，刚刚台上选择的时候一直很想要他选我，快点选我，快点选我。雨琦，你的选择大声说出来。战威，他看我的眼神是我想让你把你自己的歌唱出来，不要再被人家选择，所以我很感动。哎呦，别哭，你看你唱了一个你自己的代表作，你看是不是？接下来呢，又要继续来我们的 PK 挑战赛，请学员上台。哦，这次是潍坊。第二阶段网络人气票选被救回来的潍坊，耶！欢迎潍坊回来，开心，开心，开心！欢迎要来 PK 潍坊的同学们，请出列。哇！哦！哇！这个是火车吗？他真的是人气歌手哎啊！哎，对，说好的被救回来，你们现在怎么样？又让他离开吗？哇！潍坊，你可以转身了。嗨嗨，你们好。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多哎，我还蛮开心的。上面的同学也是有原本你列在名单里面想 PK 的人吗？其实有。其实有的意思是，就是有，你就要直接叫，就是直接叫出来了。可是他不是第一个，不是我最想要的。那第谁啊？反正不是过关就是被淘汰。学汉哦，学汉，因为我挑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我20，他19，然后他哎，我怎么出来了？没有没有，我们看不出来你比谁啊？谁？我觉得你比的是丽杰。你比永欢还是比丽杰？我觉得你比的是小乌龟。我比永欢。所以你想跟永欢 PK 吗？对，永欢请出列，对上我们的潍坊。就是有上去看大家的评论，然后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就比如说音准啊就很不准，
然后这次会尽量让他准一点。老师有讲到说我表演的时候感觉少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感觉应该是说我的歌曲里面有放入太多感情，然后刚好练习中就喉咙开始痛，然后失声了，那应该是唯一的困难。清醒才是错误。
就让我这样到老。When I look, when I look at you.谢谢，谢谢永欢，谢谢潍坊。我刚看到那个我的手卡上面，因为每个人 PK 这个人都有一个原因嘛。我看到潍坊要挑永欢的原因是喜欢他大方的个性，这是你选永欢的原因。就是第一个是因为他的年纪跟我没有差很多，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他很大方，所以我 PK 他，他应该不会生气，我觉得。不会不会不会。那你一边在唱歌一边要 PK 他的时候，那个你 PK 的人的爸爸在现场盯着你看，你会很紧张吗？哦，大哥，哦，谢谢大哥，你好，我们掌声欢迎。哎呀，大家好，你好，大家好。哎，你不要影响现场好不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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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你光是那个头发那么白就很刺眼。对，我只是看了这比赛，心里面有很多感受。你哪里看得到？你戴个墨镜啊？不是，我用 feel 的，因为我当评委的时候，我都觉得比赛的赛制好公平哦，嗯，好人性哦。现在呢？自从我女儿参加之后，我觉得赛制好机车，嗯，好气哦。我跟你讲，而且导师都很毒舌。哪有啊？没错。我们最毒了，哎呀，吴老师，吴老师，哎，我希望你作为一个最好的父亲跟最公正的评委，是先给两位最好的建议。哎呦，漂亮！你要先抽离父亲的身份哦，这很尴尬，抽离抽离，这个好抽离吗？好难呢，漂亮。欢欢，今天你所担心的所有的事情，你都解决了。哎，但是你离开我心目中的最好。还差得远，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吧？可以，厉害了吧？但是你今天遇到一个可敬的对手潍坊，他其实一唱主歌的时候，我真的是被吓到，因为那种熟练，那种歌曲能够掌握的情绪啊，绝对不是你这个年龄可以做得到的。我恭喜你，你唱得真好。哎，我觉得后半段不诚恳，哎，什么不诚恳？好就好，还真好。有口水音也不行，喉音这么细节，这么细节，好了，放过我了。谢谢谢谢这位辛苦的父亲老师，谢谢。好，我这个不开玩笑哈，潍坊唱前半段的时候哈，状况还不错。他其实哦，后面半首歌不应该唱，你知道前后有点判若两人。也接不起来哈，那个状况是明显。那，哎，吴小妹你好，你好老师好。哇塞，这个转变得太会吗？我平常都是这样称呼她的。哎，吴小妹你好，哎，你好。今天吴小妹的稳定度一直出现一些状况，就是我觉得，嗯，等一下。今天巫小妹的稳定度一直出现一些状况，就是我觉得，嗯，等一下，你是来电五十啊？等一下，啊，你出去，OK OK， 大哥要先出去休息。我以为他要扁我嘞，他受不了了。我觉得以今天我们的这个游戏规则来讲，我觉得今天这两位我无法选择，你们基本上都。用了同样的手法，以一个歌曲作为架构，以这个架构再去衔接一个你想衔接的歌。其实一首歌的情感四分五分钟要完成都很难，
但你们在三分钟里面要放这么多歌，而这么多歌他们不见得情感是一致，而今天两位都做了这样子的改编。其实我觉得很明显今天两个人状况都真的不好，所以我的选择应该韩亮老师是一样的，是两个都选不太出来。好 ，Me too。先让两位待定 ，OK。而这段时间是让我们好好的沉淀跟思考，看未来有没有可能都再次回到我们的舞台。好的，三位的决定就是两位先暂时进入待定区，谢谢你们。谢谢。差的很棒。我们也谢谢吴爸爸哦，有点伤心，但是就因为我自己知道，就自己的状态，就这次真的没有发挥好。其实我不想说我很难过，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带给大家是开心的感觉，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回来表演，所以有没有赢对我来说并没有很重要，就是我感受到大家。对我的好，对，就是这样。哎呦，我超爱哭的。爱恋短影及 ET Today 线上投票中，力挺心爱选手拔单曲，立刻搜寻 App 爱恋短影。我心里在想的是，那你之前在干嘛？你明明可以这样子，你为什么之前？而且你今天就是冲着我来的，真的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骗子。欢迎我们的踢馆高手登场。哇塞！勇敢放过自己。